严选具备通风能量、景观第一排的基地，用建筑调和人与自然，借空间舒压补气，以建筑创造生态平衡与环境永续的生活方式。迎夏风必夏阳，迎冬阳必冬风，室内冬暖夏凉，留白接壤天际，在大自然中静心丰沛无感，漫活山海城市间，在家分秒体验旅行度假。背靠阳明山国家公园、前拥观音山国家风景区和住 VILLA 机。本资料楼层规划、格局规划、动户规划、坪数规划、投资新建基地位置、接待会馆、贵宾专线。地上六层，地下一层，三一房十栋，139户住家，40到85平合住开发股份有限公司，新北市淡水区新福寮77巷127号，新北市淡水区新福寮77巷127号，02862612161，静邀优先鉴赏。